喂，日日 quarantine 喺度玩電話都唔係辦法喎，不如我哋一齊做下瑜伽。瑜伽唔難咩 ？OK 嘅，兩個人可以互相扶持下。真咩？真係咁簡單？係啊，試下啦，好冇？好咯好咯，試下啦。好好好好。黎曉陽，香港唱作歌手，喜歡唱歌之外呢還很喜歡做瑜伽。原來他在兩年前南美森林之旅接觸過之後呢就深深愛上了密集式的練習，不單止改善了他背肌疼痛的問題，今年呢還考了瑜伽鞋。看起來很易很簡單呢，其實這個 pose 很講求兩個人的平衡的。貼住旗先，那呢就你拿起你的右腳，拿起我的左腳，那就放在一個膝頭哥上面，即係唔好踩到膝頭哥，擺喺大髀嗰度。若然你好緊嘅話咧，你就擺喺下面。但係總之就唔好踩到膝頭哥位，因為會整親膝頭哥。好。OK。其實呢個動作其實要練專心，即係專注咯。專心，專注。專注嘅平衡力啦。好。同埋你幻想自己一棵樹啦，係咪？咁你隻腳咧，那個根基好緊要嘅。好啦，聽我舉起，舉起左手比右手。冧樹咯！好，邊有你啲手拍埋一齊？記得我容易啲，你 focus 前面一個位啊，你望住前面呢個位，你唔好眨眼，即係你延長你隻骨，夾上你 pat pat 嘅肉，縮起個肚腩，延長成隻骨，好專心咁望住。第一動作咧，我同你 partner 背對背坐先，咁你可以咧就咁盤膝坐啦，單盤啦或者雙盤啦，視乎你嘅柔軟程度啦。咁我哋坐得直嘅，縮起個肚腩，挺起個心口，咁你可以挨落你嘅 partner 嘅背脊度。咁但最緊要咧就 focus 喺個呼吸嗰度，我用鼻吸、鼻呼。咁舉起兩隻手，跟住我就慢慢挨落。咁你同咁佢拉到個成個背脊、成條脊骨變延長、後彎，同埋你膊頭都可以打開。翻翻上嚟，用手幫手。我想問，如果 partner 係可能佢比較大份啲嘅，咁我哋可以點咧？咁佢會唔會太重？咁另外一個就承受唔住㗎？其實會，所以你要同個 partner 一路慢慢慢慢落，因為你好柔軟啊，到你向前接都可以接到好低。有啲人通常接唔到咁低嘅。我柔軟啊。係啊。好啊，咁不如你我就做一個前彎，咁亦都可以拉到我個髋關節嘅位啦。但係對手開始痹喎。是好事嚟噶，系啊。咁你鼻咧有啲血唔到，咁你慢慢我而家翻翻上嚟嘅時候咧，你啲血又會落翻喺手度，咁變咗有啲即係唔通嘅位咧，就會透過呢個叫 tourniquet effect， 即係好似一個堤壩咁，你封咗佢，跟住你突然間拎開佢，啲血衝翻咧，咁啲血就會行翻，咁就可以解決啲痛症。咁我哋舉起左手，你嘅左手係啦，跟住左手咧就擺喺右膝頭。跟住你嘅右手咧就兜去後面，捉住你嘅 partner 嘅膝頭哥。我手好長長少少啫。係啦，咁你要靠個頭都擰埋去個右手右膊頭嗰度。咁啊，挺起個心口，吸氣挺起心口，呼氣就轉。吸氣挺起心口，呼氣轉。咁其實做任何嘅拉筋動作咧，都千祈唔好谷住部氣。動作咧，我諗可以拉到呢個後腰嘅兩邊，因為通常坐得耐咧，喺屋企或者喺牀度玩電話都係攤喺沙發太耐。係，但呢一個係好好，因為好直接可以拉到。咁我哋擘大兩腳先。嗱，極限啦。其實咁你可以，如果係你可以撐到咁就好啲。跟住咧，我就捉住你對面嘅手，跟住我就打開呢一個。我要向邊邊拉？呢邊嘅。可以捉住對方的手啦，鬆啲話就可以捉手腕啦，捉手是容易啲嘅。呢個動作可以練到你的 core 啦，亦都可以練到你的四頭肌啦。好，仲有冇？好啊，呢個動作幾好啊，又可以即係練到肌肉，又可以拉到筋。係啊，成身都喺度拉筋。
同埋瞬間爆汗。咁你嗰度仲有就一個人做英鞋式，一個就做前彎式。英鞋式咧就係腳趾弓掂腳趾弓，跟住咧膝頭哥就好似隻咁闊，咁我就坐喺我個喺腳踭上面，跟住我就向前趴落去。咁我伸直隻手，咁眉心就掂地啦。咁你咧就係兩隻腳好似盤骨咁闊，跟住就向前彎，就將隻手擺喺我個下腰嗰度。係有冇講話要同你距離幾多㗎？90度角，即是你的盤骨和你的身的位置。90度角我看不到。我問了攝影師的那個。好的，接著你就可以向前爬一點。好，那你都是又可以幫到我按下去，又可以拉到你，即可以射力下你的。是的，可以射力下。剛才我說的，我說的重心向行就是這樣，即是我你見到我重心向前和重心向後的分別。咁重心向後，其實呢度係多咗好多位拉到。咁你若然咁樣都唔夠嘅話咧，你可以彎一隻腳，咁樣輪流彎，咁你就會專注淨係拉呢一邊，跟住再拉呢一邊。其實呢一個好舒服，因為佢一路咧係會扯到上去你嘅後背嘅下腰呢一個位。嗯。好唔好玩啊？雖然而家都其實都幾好嘅，因為你可以有 partner 一齊做嘅時候，你其實會。又好動力去做咯，同埋好開心啲咯，即係起碼我呢一段時間你冇玩電話啊，即係我 focus 喺呢個 moment 啊。咁你平時可能喺屋企相處，其實冇咁多時間係，即係大家係係啦。咁樣又健康又開心，其實係件好事嚟嘅。好，因為要整親先。咁我可以用隻手去幫佢上嚟先。我其實有嘗試緊，我真係唔係搞笑。